太刺激了，这个。漂亮，这个更漂亮。来两格啊，尝尝。童年回忆啊、哦，今天晚上炸的这个，之前好像没吃过这个。蔬菜一个，蔬菜一个，两种吧。哎呀妈，是大。你饿了？没出门就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强爸爸。买菜的时候啊，本来想的是买一些现成的回家吃得了，然后买着买着，后来发现啊，还是要做。然后逛超市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虾片，满满的80后的回忆啊。今天炸个虾片。不要炸啊！我还有地方，这样这么疼的。嘿嘿，雪人，我可以放上面吧？嗯。哇，太大了！哇，我来！今晚就吃之前版蛋糕。你好，给你啊，那你全部给你。哇。太刺激了，这个。吃一个还想吃一个，吃一个还想吃一个。这个我比较喜欢奶油放在这里面，感觉更好吃。嗯，没事的，没事，给妈妈也整一个。两个菜出来了，不是，这里的菜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才香。天哪，不要把菜砸了！哎呀，这个都直接什么，都是我买的。你可以吃一个菠萝蜜吗？吃呗，你吃完是不是不吃饭了？会的，会的，会吃，会吃，真的。肯定不会再吃了。我吃了。套路已经都明白了。你已经都知道了啦。不够，不够。然后我们吃完一半的时候，大概一碗就吃了。行，够不够？要够焖，不够的。不够，肯定不够。还有蛋不够。不够，我给你三三碗来的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是不是吃饱了？没有。一阵马上弄完了，得两个我吃亏了。
菜，烧烤料拿着吗？这个这两天我们家青岛被烧烤料给种草了，椒盐鸭架够不够？把它淋上豆豉油，淋上热油，这什么小鱼呀、啊？贵鱼、啊，这都老贵了。这，你看他今天这进来一回，鸭子吧，这个，这是不是鸭子呢？嗯、对，鸭子，好鲜嘛，老鸭。哈尔滨香肠，真好，来。干什么？来，说一遍。二维码呢？二维码没准备算了，今天没开始呢。今天准备菜准备的太好了。导演说开始以后开始算钱啊。啊，太快了，再那个什么油墨，墨太多了。好，冒了要。给姥姥也倒一杯啊。嗯，在这倒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来啊，慢慢的。好，谢谢。哦、还有没有啊？有。给爸爸妈妈也倒一个。没有杯子了。啊，没有杯子了，就那就用这个。嗯，吹了。2021年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八岁喽！哎呀，八岁了。哎呀，八岁嘛，真的啊！你咋那么开心呢？我们是不想长年龄。哎呀，这要在哪办？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？现成的。香肠、买的呀。香肠要尝一个。看看，桂鱼。香肠。嗯，香肠好吃。之前好几个呢。哎呀，烫。哎呀，这么薄，我不吃。嗯，太薄了。这先不吃吗？妈妈给你包一个。嗯，好不好？这一张啊，两张啊，三张。太薄了。嗯。爸爸放这这个了吗？没有。这个也不放。酱油味的呢。嗯，行。嗯，谢谢。之前。这都是买的鸭子。嗯，这是一张啊，两张啊。一张啊。看着有点像两张，一张你要包哎。我给撕了。就拿一把啊，麻烦啊！一会儿转账啊，饭桌上不提钱、啊。姥姥说了两遍啊，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跟北京烤鸭不一样啊，我味道。正宗那个两张。我就说了一遍，你啊，嗯，你没说，你说十遍嘛，你也没钱。他有那个压岁钱，可以够，是不是啊，之前？一说到他的压岁钱，那眼神。让我看看，一张，好吃，好，这又是两张，好像。哈尔滨香肠，我来看看。看这香肠是不是哈尔滨的？找了整个超市就那么一个标注的哈尔滨，不是正宗的。嗯，你要哈尔滨香肠有那种糊味，烟熏味，那烟熏的。嗯，这个放行吗？这个没有那个味儿。什么鱼啊？这鱼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啊。桂鱼啊，桂鱼，嗯，桂花的桂，这是鱼，这是不是？嗯，这是什么？不管几鱼好吃。尝尝，尝一尝。应该得吃汤圆吧？是吗？嗯，有那个春卷，买完了没炸。嗯，明天吃啊。不行，吃不吃？哎呀，这么包最好吃啊！嗯，吃干豆腐是吗？放两个肉。哎呀，哦，行了。姥姥又开始创新了，两个肉。这么包看看，一个不行，可好吃了。妈妈，你搭的雪人倒了，没搭上。鸭子酱吃吧，鸭子酱、嗯、有点咸，不是鸡骨酱，鸭子酱。谁要蛋糕的，等会跟我说啊。嗯，我要搞这个吃。嗯。
什么伤？啊？消毒。妈妈，你感觉难吃是吧？哪个？蛋糕。吃完了。难吃。好吃。难吃。再来点。你就这意思呗，想慢点呗。嗯，我怕你不够吃。这个皮儿也挺酥啊。酥吗？嗯嗯嗯，草莓我不要，草莓那个厨房还有这些，一会儿给你洗啊。我不吃这个。嗯，吃。可酥了，吃了。都吃了吗？一斤多少？哎呀，我也再来一个。这声音真好听。哎呀，给志仙再来一个吧。真熟。啊，我甜品。嗯。看本视频，点击关注，三连喽，耶！好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就是老爷吃这个肯定会喜欢榴莲的。